那个时候有点无聊嘛，就是随便拿了旁边的纸来画。后来就慢慢的在发现自己上作画，其实看到一长串的人物的时候，很有小时候看小人书的感觉，就慢慢的喜欢上了在厕纸上作画。它最大的难点就是纸张不能用硬的笔，就很容易划破，就只能用毛笔。但是如果没有国画功底的话，不容易掌握好笔上的水分的控制，刚开始很容易漫开，画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，笔上的水分的时候都要先在旁边的纸上先试一下，然后在作品上面再落笔，不然的话一笔错一幅画毁了。